如果您要做运动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后面的啊，几乎有一个什么运动？这位姐姐就是机舱服务。你这样子，我会天天坐飞机哦。哇，坐飞机一定要坐，太危险，杀人！管你是什么职业，你就是危险。对啊，你叫杀人，耶路撒冷，就是耶路撒冷的杀人，杀人，杀人，杀人的杀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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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。你的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让人觉得很危险呢？空服，空姐就是空姐嘛 ？Yes。这是神赐的职业，什么叫做啊？对男友，如果没有这个职业，我们活着干什么？不是对男友来讲危险，为什么？哎，机长，机长怎么样呢？多帅，对，而且他们出去住宿，你有没有坐过飞机？机长那个门你想进都进不去，没有没有，他讲的不是不会出来，机长是一上去就被锁在里面。伟哥，我们要讲反对意见，收工后的机长，我们节目怎么做下去？伟明哥，不是在上班的机长，是下班的机长，下班机长，下班机长，下班机长。这样多帅啊！再等一下，哎，你玩干什么？嗯，没事，没事的，泡温泉。是，对，下班了。你为什么那么凉？因为我常常幻想我是机长。机长不会，不是空服员这样。为什么？比如说他飞长途的，飞长途是不是十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？对啊，最远十几个小时，包厢就联络不到，给你二十小时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到那边要过夜的。对，过夜怎么样呢？过夜又不是去赚钱赚那个过夜费的。这个中间，中间在爱的最高点的时候就会怀疑，是不是？爱的最高点。对，通常都会。会哦，会。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工作，然后加上前后简报通勤的时间，可能就有二十个小时，就是完全会联络不到人，失联。然后我们在机上是完全不可能可以用到手机。你们在运动里面会劝服？会，因为他会在机门边，然后做一些瑜伽，然后伸展。然后的手可能就不小心，可能抓到机门，我们就会。哎呦，对，而且而且他以为那机门是哑铃啊，还嘎嘎嘎嘎，然后唱歌越来越少，抓机门，我飞一个一个飞出去，我一个一个飞。那是怎么劝阻的？比如说我在做，就是跟他说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是那个紧急逃生出口，然后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，然后会劝阻他。如果您要做运动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后面的。啊哪里？哇，可以去后面啊！哇，后面啊！机务有一个什么运动？这位姐姐就是机舱服务。你这样子，我会天天坐飞机哦。就空间比较大一点的地方，有一个空间比较大的我们工作的地方。那如果是在轮休的期间的话，是可以那边可以，就是让大家伸展一下。像空姐就是这个亮丽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在谈恋爱这条路上，其实也是一种阻碍哦。会吗？多多少少会，因为就是大家会可能对空服员会有一开始的距离感。距离感，距离感，距离，可能会觉得没有。我们通常都觉得那个空姐离我好有距离感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那空姐都不服务你，是不是？就是尽量避开我，或者是绕道。对啊，就是会有一个不敢把你们，就可能不敢追哈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而且，就比如说有时候他们走在那路上，可能因为公司形象问题，啊，每个人都不会看旁边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走，要不然是两个对看，哎，其实根本就都在数。都在讲那废话，然后讲的好像很忙，有没有？哎，对，我们待会飞行的时候啊，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最没有这种废话，开始练到口令，因为他们也尴尬，因为对眼的你要对了，有点像是走秀那种感觉，因为在秀他的职业，因为他们一出来，大家就一定会看嘛，所以你在机场看到空姐一定。对对，我要吃掉你。没有人这样讲，没有人这样，只有视线。但你的同事的男友脚踏两条船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。好哟，讲讲看。就是因为我们空服员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班表。然后如果是男友，你要两个人要有好好的相处，一定会给他班表。对。那但是我们的班表可能出去像美国四五天，然后才四五天，可能就是我朋友可能脚才踏出那个家，然后他那时候想说啊，刚好东西忘记带，然后他就赶快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他男友已经带了其他女生。太快了吧！哇塞，真的就是在半路上，急，好急啊！女的已经其实在楼下等了，哦，等着他出门就上了。对，看他出门就来了，起飞，他也要起飞了。真的？乘客不会搭讪你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一定会有。也是有啦，对啊。那用什么样的招式比较容易成功？你可以跟我分享。
之前有遇到一个韩国的客人，然后他就是讲英文哦。没有，他会讲一点中文。然后他说他一个人来台湾旅行，然后他觉得就交通方面啊，吃住他都不是很熟悉。他是用这一套的来，对，很烧吗？你可以带我去哪里哪里吗？你要听他讲完再说好不好？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他就是因为就是那时候也快下机，然后又很紧急，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说，然后他就叫我就给他他的我的 LINE 这样子，这么好，随便就这样哦，因为我想说可以帮助他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就是说快下飞机的时候再聊天是有机会的。哎，对不对？因为时间来不及了，对啊，反应不过来，哎，这样啊，就反应不过来，哎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其实像我们国籍的空服员，在什么时候最有机会？什么时候最有机会？他们在外战的那几天。那你哪知道他到哪里，然后去哪里玩啊？因为我跟你讲，比如不是，还是别讲，别讲，讲一下嘛，分享一下。不，下次跟他去关岛就知道了。不是，就是说有些人呢，就比如说去啊，我们。比方说我们去关岛，我没有来过关岛哎，那空姐说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有什么好玩，真的吗？那你带我去玩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些就搞不好就后面后来跟那个韩国人有没有怎么样？他会有，我跟你讲，会洗温泉，他会说吗？其实会密我，然后就会讲一些他生活的，就开始已经不是正题了，这样。开吧，但是你真的有带他去台北？没有带他了，就是我可以跟他说大概怎么搭高铁啊什么的，还是避免这种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啦，主要是人家长得也不是很，不是你的菜，他的菜。我是不就是帮忙啦？如果是你的菜，还得了？对啊，不是宋仲基啊，菜，对不对？万一宋仲基来，我牵着你玩。为什么要牵着？他盲人啊，太喜欢宋仲基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他当空姐之前，她是一位 dancer。哎呦，所以说你会在飞机上跳舞给大家看吗？我会跳舞给同事看。哦，假的，真的假的？今天我们要请她跳舞。哎呦，而且我们是靠跳韩国流行舞。哎呦，真的，韩国朋友教她的。对，没有，韩国朋友就是因为看她跳受不了。来，妈妈在这边。谢谢。来，老师。Music。厉害！那下次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怎么绑个安全带，是吧？不是有那个呼呼吗？有！不能拉，不能吹啊 ！OK 的。